班头小分队上。贺锦熙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打你电话好多遍你没接。我们今天约了影楼拍照，你忘了？拍照？婚纱照。我。我们拍汉服婚纱照吧。汉服，别脱嘛，这些形制都不适合你，但我知道你穿哪款最帅。来，穿这件，超帅。最后一件。知道了。再来一张。新娘好了吗？好了就出来吧。开心一点，对，看着我。我觉得这个二位还不够放松，哎，来，再有什么姿势再想一想啊，来。
好，靠近一点，靠近一点。哎，对对对，再近一点，再近一点。新郎，你手扶着新娘的腰吧，这样显得亲密一点啊。我们再换一个亲密点的姿势吧，那个新娘你搂着新郎的脖子吧，这样，这样，这样，手放下。好，新郎继续搂着新娘的腰啊，来，深情对视啊。搂啊，你到底行不行啊？我不行。那个，你们两个头再靠近一点，哎，再近一点，抱着新娘子亲下去。哎，亲一个，亲一个。班头小分队上，这是什么社死现场？为什么要把这张照片放那么大啊？别说话。谢谢，谢谢啊。看你们呐这么相亲相爱，奶奶也就放心了。西西，嗯，你和西城啊好好在一起。奶奶接下来的日子啊，就等着抱重孙子了。啊，重，加油！加油，加油！走。归城，你总要解释点什么吧？你都听到奶奶说什么了？有什么好解释的？你只要做好你自己，就够了。可是我……由富博雅代理的欧洲彩妆品牌月桂之华进入国内市场之后，趋势很猛。有媒体报道说，会对我们花颜销量产生冲击。被什么魂穿了吗？说什么呢？可是我很多年没有见你笑得这么奇怪了，奇怪的我心肝都疼。要不要把你下半年的薪水也扣了，让你的小心肝好好痛一下？哎，老大，你要是把我下半年的薪水扣了，我就只能住在你家，你养我了。我家？不行。这么大，果然是金屋藏娇，春风拂面。既然这么闲的话，不如滚去打扫会议室，我要继续研究产品线，别浪费我的时间。哦，哎，老大，要不要我去顾家帮你打扫卧室啊？